圣节的大南瓜。从前有一个女巫，她想烤南瓜派，于是她就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她认真的除草、浇水，没过多久，一颗南瓜苗冒出了头，接着一颗大南瓜长了出来。它长呀长呀，越来越大。转眼间，万圣节就只剩下几个小时。女巫捡起这南瓜派，她弯下腰，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。巧，她拉呀，拽呀，扯呀，她用力的拉，越来越用力，可那个大南瓜根本没有离开地。见鬼！女巫说。就在这时，来了一个幽灵。好大的南瓜！幽灵说：“没错，我种的南瓜已长大，可连着瓜藤摘不下。转年万圣节就要到。”女巫说着，踢了大南瓜一脚。我快！比你大，力气也比你大，幽灵自夸道。让我来试一试。哼，女巫说。女巫有些不屑，但是一想到南瓜派，她还是让到了一边。幽灵弯下腰，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。巧，他拉呀，拽呀，扯呀，他用力的拉，越来越用力，可那个大南瓜根本没有离开地。见鬼！幽灵说。就在这时，来了一个吸血鬼。好大的南瓜！吸血鬼说。没错，我种的南瓜已长大，可连这瓜藤摘不下。转年万圣节就要到。女巫说着，踢了大南瓜一脚。我块头比你们俩大，力气也比你们俩大，吸血鬼自夸道。让我来试一试。哼，女巫说。哼，幽灵说。但是一想到南瓜派，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。吸血鬼弯下腰，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。见鬼！哦，巧，他拉呀，巧，他拉呀，拽呀，扯呀，他用力的拉，越来越用力，可那个大南瓜根本没有离开地。见鬼！吸血鬼说。就在这时，来了一个木乃伊。好大的南瓜！木乃伊说。没错，我种的南瓜已长大，可连着瓜藤摘不下。转年万圣节就要到。女巫说着，踢了大南瓜一脚。我块头比你们都大，力气也比你们都大。木乃伊自夸道：“让我来试一试。”哼，女巫说。哼，幽灵说。哼，吸血鬼说。但是，一想到南瓜派，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。木乃伊弯下腰，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。巧，他拉呀，拽呀，扯呀，他用力的拉，越来越用力，可那个大南瓜根本没有离开地。见鬼！木乃伊说。
就在这时，来了蝙蝠说：“女巫没说话，她看着幽灵，挤挤眼睛。幽灵看着吸血鬼，吸血鬼看着木乃伊，然后他们一起来，这小看着小蝙蝠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也许我的块头不大，力气也不大。”蝙蝠说，可我有个好办法。蝙蝠把他的主意说了出来。哼，女巫说。哼，幽灵说。哼，吸血鬼说。哼，木乃伊说。但是一想到南瓜派，他们还是弯下腰，想把大南瓜从城上摘下来。一、二、三，拉！小蝙蝠喊道。蝙蝠拽着木乃伊拽着吸血鬼，吸血鬼拽着幽灵，幽灵拽着女巫，女巫抱着大南瓜。瞧，他们拉呀，拽呀，扯呀，他们用力的拉，越来越用力。突然，啪！大南瓜飞了出来。见鬼！女巫大叫。嗖！大南瓜飞呀飞呀飞呀，砰！落到了一个小山坡顶上。砰咚咚，砰咚咚，砰咚咚。他一蹦一跳的朝女巫家滚去，滚到家门口时，他正好停了下来。蝙蝠，你太了不起了！女巫喊道。他赶紧冲到冲进屋去，做南瓜派。好吃，幽灵说。再来点儿，女巫说。实在吃不下了，吸血鬼说。这次聚会真不错，木乃伊说。该回去了。蝙蝠说。只见鬼。女巫目送着他们离开，然后他径直走出门，又种下了一颗南瓜种子。